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649页，649页第五行看起啊，第五行，各自一行解释前面经文啊，第一句。各自一行，表种种不同之宝树，各个一类成行。啊，那么这个情形，我们观光旅游的时候也见到过啊，我们地球上树木花草确实是同类相聚在一处，一片广大的森林，我们看树的种类就是一种，没有其他的杂的东西夹杂在里头啊。《易经》上所说，孔子说的啊，“物以类聚，植动物、植物啊，总是同类呀，它聚在一起；人以群分啊，人也不例外，人与人的相聚。”都是志同道合啊，嗜好相同的，他们常常聚在一起。啊，喜欢唱歌的，跟唱歌的在一起。啊，喜欢打麻将的，他的朋友都是牌友。读书人喜欢跟读书人在一起啊，物以群分的啊，这个是天性啊，所以极乐世界的宝树啊也不例外啊，一定是同类，而且排列呢非常整齐啊，这是妙的。我们走进原始森林啊，看的都是苍天大树啊，几百年的、几千年的，称为神木，排列并不是很整齐。
极乐世界排列很整齐，行行相知。啊，定善意，定善是修禅定往生的。十六观经前面十四种，啊，前面十三种都是定善。啊，定功浅深不一样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不是肆意心不乱的，就是离一心不乱。啊，一心不乱是定善。定善一书，比过灵书虽多，行行整齐而无杂乱。啊，书的排列一行一行整齐，树都长得很直，啊，没有杂乱。杂是不同种类的，没有。乱是没有秩序的，也没有。啊，非常有秩序。实是说的果实，啊，是为果实，不差其处啊，故曰相当。啊，它长的处所非常恰当，就像画家画画一样。啊，画一棵大树，哪个地方有个枝，哪个地方有叶，哪个地方有花。哪个地方有果，排列的非常巧妙。啊，那么这些树木花果都叫人看到非常满意，生欢喜心。啊，这个是阿弥陀佛信得的流露啊。容色繁茂的心思啊，容是茂盛，色是颜色鲜艳，光耀呢，光明照耀，不可审视啊，真的是目不暇接啊！我们一般人说无色缤纷，目光难辨，你看到太美了，无法形容，无法想象。换一句话说，你看不出极乐世界这些景色啊，我们讲的是大自然的景色，啊，美妙到找不到丝毫瑕疵，那么样的完美。我们知道大乘经里头佛常常说一报随着正报转，啊，一报是环境，随着正报转，正报有欠缺，一报就不圆满。啊，一报里头没有欠缺，找不到瑕疵，我们就知道正报的圆满。正报第一个是念头，第二个是言行。啊，极乐世界的人心
是清净平等觉，没有例外的，人人都是清净平等觉。这个是圆满了，表现在外面的行持、言行、诚信、仁慈、博爱。所以感的依报如此殊胜美满，阿弥陀佛本愿是因的，一切众生幸愿持名，这是愿。因缘集合，自然显现的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。下面又定山一缘，珠宝灵树。住是众多，摄之不尽。这些宝林的树，皆从弥陀无漏心中流出。无漏，我们参考资料里头有简单的。注解：有漏无漏，立烦恼之清净法，即不为增长他烦恼缘之法，这叫无漏。也就是自己身心清净，烦恼习气也净，这是无漏。小乘的无漏，只是限于见思烦恼。见思烦恼断尽，习气也断尽。那么这个就是无漏。第二呢，外面六尘境界。内外一起讲的时候呢，七情五欲。七情是里面的烦恼，阿赖耶的不善种子。外面呢是财色名食睡，六尘的烦恼。都不能干扰了，心地恢复到清净平等，这叫无漏法，住漏永尽的，非漏随增，非漏就是无漏，无漏纯净纯善，
增长啊！啊，所以一切烦恼断尽，纯净纯善呢，天天增长，这叫信心圆明啊！自信本来清净，圆满光明啊！智慧的能向好，自然现前。若在佛国呢，就称之为究竟无漏啊。所以加个究竟，说明它是妙觉如来。等觉以下，不加究竟，那就称为无漏法。啊，皆从弥陀无漏心中流出。我们要常常记住世尊一句教训啊，它非常重要，就是一切法从心向生，时时刻刻记住这一句啊，然后才真正知道，在这个世界，所有的际遇都要自己负责任啊，决定不能够怨天尤人。啊，怨天尤人呢是罪，是业。为什么呢？与外面境界不相干嘛。没有人惹我，我也没有能力惹别人呐。全都是自作自受。啊，那么修行修什么？修行就是回光返照，这叫看破，把自己照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啊，净善。要保任，佛教的名词叫保任，就保护好，不净不善，要把它放下，这叫修行呐，真修啊，与别人不相干，啊，修行这桩事情，功修功德。婆修婆德，不修不得，完全要靠自己。啊，有没有人障碍？你没有，障碍不了。啊，一切善与不善，全不能放在心上。放在心上，被染污了。这个责任要自己负。啊，别人送给你，你自己接受就要负责任。别人送来了不接受，啊，不要放在心上，就是不接受。永远保持心是清净。平等，聚而不迷，这叫真修行人。这是真正的佛弟子。啊，不要说世间善人，
给我们讲的一些善法，啊，不能放轻松。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的一些经教也不能放在心上，这个要知道，经教放在心上，你不能成就，你成不了佛。为什么？自信清净心里头一法不立，你怎么还有佛法？所以佛说得很好，我们自己千万不要搞错了。佛在《金刚经》上说：“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？”那个法是佛法了。释迦牟尼佛给你讲了49年，不能放在心上。啊，你了解意思，明白就好。放在心上，你的心被污染了，被释迦牟尼佛污染了。啊，这个污染虽然是善。你出不了六道轮回，你果报在三善道。如果不放在心上，你超越六道轮回。啊，佛没有骗我们呢，佛对得起我们，说得很清楚，很明白。我们自己误会了，搞错了，学佛学了一生的烦恼。不会学，处处着，佛就是叫我们不要执着，不要着相，立一切相，即一切法。华严经上说的，啊，佛说得清楚，我们要真正听得明白，得其受用，受其利，不受其害呀。这叫善学。佛菩萨善教，我们要善学，啊，才能真正得到利益。在如来国地，这个国地是化身菩萨啊证得的妙觉果位，妙觉果位称为究竟无漏，等觉以下都称为无漏。那么一切法从心想生，现在科学家接受了，啊，那么即是真心所现的，法而如是，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。有佛心是无漏，所以树也是无漏。乃至业无老死，业无小生。小生是什么意思？从出生到成长，天天变异叫小生。啊，我们今天讲的相思相续相，这叫小生。也就是生灭不住啊。前念灭，后念生的，
所以业无出生见长。啊，出生的现象没有，逐渐长大的现象没有，他不生不灭。准上之意，则彼国宝书，皆阿弥陀佛无漏心中所流出，无有生死，亦无变迁，故无出生于见长之相。极乐世界跟十方诸佛刹土大不相同，诸佛的十报土是相同的，诸佛的方便土、同居土就大不相同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众生的业不相同，众生烦恼不相同。啊，众生的染净不相同，众生的善恶不相同，果报千差万别，无量无边的。那么西方极乐世界，它是无生之界，虽然它有凡尘土，它有同居土，那么它的凡尘土、同居土完全是依据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圆圆满满转变过来了。啊，染转变成净，无明转变成智慧，意造的意转变成德能，啊，果报转变成极乐世界，这个世界不生不灭，不变不侵，啊，它没有改变，永远是这个样子。啊，这是变法界虚空界诸佛报土当中第一殊胜，无与伦比也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这个地方是无生之界，没有生命。人到那边去化身，啊，在莲花里面就起变化了。莲花是我们化身之处，啊，怎么化的我们自己不知道，是阿弥陀佛智慧本愿威神加持，
我们自己确实不知道。啊，佛来接引，花开的，我们坐在莲花里面，花就合起来了。到极乐世界，花开了，我们见佛了，完全变化成功了。我们坐进莲花那个时候是神识啊，一般人讲灵魂啊，没有肉体啊。花开见佛的时候，那个身相完全不一样了啊，跟阿弥陀佛的相完全相同啊，跟阿弥陀佛的智慧德能相好光明也相同，叫不思议境。啊，这个变化究竟圆满成就正报如是，一报也如是，一报随着正报转，所以灵枢业诸无生啊，他住在世间也是不生不灭，业是无量寿啊，人无量寿，树木花草样样都是无量寿，有情无情的平等一位，有情是菩萨，无情山河大地树木花草平等一位也。胡人是个不可思议，总而言之，这个胡人可以说整个的意思，那圆圆满满，一样不缺啊，这叫混乱。这两个字用来形容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啊，国土佛一切菩萨全包括在其中，胡论是果不可思议，以不可思议故，故下所云，数处妙音自然相合。啊，下面还有经文，我们往下看。啊，数不但是无量寿，不轻不变，它的作用啊，广大也是没有边际的。请看经文，清风施法，出五阴身，微妙功上，自然相合。树不但有色让你看，还有非常美妙的阴身供养你听啊，无漏清净风，会所里说的。古云清风，人心无漏，人身体就无漏，
人居住活动的环境也无漏，啊，清风吹在身上，风是无漏的，实法应时而发，应时而吹也，叫实法。什么叫应时？需要它的时候，它就来了；不需要的时候，没风。啊，需要的时候，风就来了，自然。啊，什么时候需要，什么时候不需要，都不可思议。为什么？从理上来说，极乐世界的每一个人都不起心不动念，没动念头。啊，自然就有风。风来的恰到其时，妙啊！那这人没有想到，我现在要风，没这个念头啊。这个念头是起心动念的，没有起心动念。什么时候想到有风，要风？什么时候想到不要风？啊，这桩事情，我们从江本胜博士的水实验可以体会到一些信息。啊，我们起心动念。对着这一杯水，这是感，水有因，这个感应很明显的。没有起心动念的，对这个水，水也有感，水感有没有起心动念？我们相信他没有，啊，那我们举一个例子，江本做个实验，用金本。无论写什么样的文字，谁都会看。我们看不懂，他看得懂。啊，给他看，摆在水旁边，摆上一个小时，把这杯水放在冰箱，摄氏零。下五度，它就结霜了。啊，在显微镜下看这个霜的结晶，就有图案给你看。啊，经典是善书，图案都非常美。同样的不善的书啊，战争的历史，你让他看一个重点啊，反映的图案很难看啊，证明谁会看，
会听我们起心动念，他知道。啊，从反应的图案显示出，他知道。这些境界都不可思议。不可思议的东西太多了，就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说不尽的，可以思议的东西，思议的东西，占分量很小，千万分之一了。为什么？不思议是性德，性德无量无边。没有数量，可以思议的是阿赖耶，阿赖耶有范围，有局限，所以可以思议的不多，不可思议的无量无边。那下面讲的这个数据的自然相互，那出无因生，微妙工商，自然相互。啊，无因，无因指的是中国过去古代。音符上五个音，宫商角徵羽，啊，在此地这个不念真而念知，宫商角徵羽，这是个破音字。此五声呢，可是一切音声。这卦符有解释。此五声乃中国古代乐，是音乐啊，乐律之本，再加上变宫变徵为七声，跟现在的音乐七声完全相同。微妙宫商，宫商在古时候代表音乐啊，什么音乐呢？现在所说的交响乐啊，就是许多种乐器在一起演奏啊，用宫商代表。啊，这个古乐我们到云南丽江啊，那个地方有个老人乐队，都是80以上的老人啊，在那里演奏我每一次到丽江一定要去听听啊，这个古乐太难得了。啊，他们也经常出国去表演。啊，中国古代的音乐。啊，他们领队叫宣库。我跟他见几次面，老人那么大的年岁，几年之后都要走了，再找新的啊，新的大概最年轻也是70多岁，
这个古乐要保留下来呀、啊！啊，宣科的功德也不可思议。一切音声，演奏的音声呢，悉皆微妙，相合者相应，会属于愿力所成，不及鼓吹，故云自然相合。啊，树处合神，邪极乐世界，一草一木，悉皆圆明具德了。啊，经上讲的。愿力所成啊，在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48愿所成就的诸佛刹土，我们能想到，当然有音乐，佛门对音乐非常重视啊，中国传统文化重视音乐，礼乐，礼调身的，让我们身的行为都能合法，啊，动作端庄文雅，又能有助于身体健康。那行住坐卧是为宜。乐是调心的，让心情舒畅。所以礼乐了，礼乐活，人身心健康。啊，古时候教育里，教育落实在礼乐。那么极乐世界，一草一木都能够处，微妙的音声，让接触到的、听到的、看到的都能够正心道业，消除烦恼习气，提升修学的境界，有这么多的好处。他方世界有，没有极乐世界这么多啊，这么丰富，比不上极乐世界啊，悉皆圆明具德，阿弥陀佛的本愿。
以及无量劫的修行功德之所成就。啊，我们到极乐世界，过去也是多生多劫，修学不足之处，到极乐世界快速的都把它填补起来了。最后两句经文：世诸宝树周边其果，极乐世界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，这是不可思议的出手，不可思议的境界。我们再看下面第十五品，道场觉书提起念老告诉我们，此品中之菩提树，就是第四十一愿，四十八愿里面第四十一愿里面所说的道场树，就是菩提树。品中先贤树枝广大庄严，啊，这分成两段。第二段呢，贤树枝妙德难思，啊，后头还有一段。末后贤弥陀愿力，举国民印。啊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庄严？都从阿弥陀佛本愿之所来。请看经文，这段讲树之量，又其道场有菩提树，高四百万里，其本周围五千有行，枝叶四部二十万里。这个树说明它的高度啊，它的周围。我们读这个文呢，菩提树不可思议，太大了。我们无法想象。念老给我们的注解，道场自有无异啊，道场是佛教的名称术语，什么才叫道场？这里五个意思能称为道场。第一个，指世尊与印度菩提树下成道之处，这个叫道场。释迦牟尼佛在这棵树下入定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这个地方叫做道场。成道之场，
第二呢，执得到的显法，修行的方法，如《维摩经》上讲，执心是道场，执心能证果，执心就是至诚心，真诚到基础啊。我们现在在一般大众场合介绍菩提心啊，我用真诚，真诚是菩提心的体，就菩提心就是真心觉悟的心啊，菩提当觉悟的意思啊，觉悟的心是真诚，真诚是觉悟的心，我们要想求觉悟，求大彻大悟，不能不用真心，用妄心永远不会觉悟啊，要用真心啊，可不可以对佛菩萨用真心，对一般人用妄心，可不可以？不可以。一真一切真，一妄一切妄，不可能分一半是真一半是妄啊，这不可能。啊，所以用真心就不能怕吃亏，不能怕上当，怕吃亏怕上当啊，这个人不会成就啊。不要说佛菩萨他没有分，世间贤人君子他也没有分，我们得一定搞清楚啊。啊，真正要搞真的，不能不放下，该放下的统统放下。我们有身体在，身体需要生活，身体生活所需很少，少我们就少取，不要过分，过分就生烦恼，过分就造业障，小业就造业啊。真正学佛的人，不要说学佛，学儒学道都不例外啊。学圣贤难分受记啊，那么学佛呢，佛告诉我，安分守己最好还缺一点，还得有一点欠缺啊。为什么呢？对这个世界减少贪爱。如果你的生活很丰富，你对这个世界起贪念的心，不想离开，这个地方不错啊，我过得很好啊。啊，所以佛叫比丘，比丘常带三分病啊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对这个身没有留念，对这个世界也没有留念，才容易出六道轮回。这个要知道啊。啊，佛不赞成我们修佛，修佛出不了六道轮回，佛赞成苦行，
不赞成修复。你看对大家舍的苦行，佛常常赞叹，道理在此地啊，让你对这个世间不想住了，不留念这个地方啊，要去做佛去了，要到极乐世界去了。极乐世界一切如意，会不会起贪心？会不会起嗔恚呢？不会。这是阿弥陀佛告诉你，让你享福，享究竟圆满的福报，不起贪嗔痴慢的念头，高明到极处啊！啊，高在哪里？高在讲经教学不中断，善巧方便，达到究竟圆满。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。我们这个世界不可能佛带着不离开我，时时刻刻教导我，做不到啊。共业别业都做不到啊！释迦牟尼佛在世，每一天跟在身边不离开的人数不多，啊，出家中只讲了1255人，啊，长随中。在家中虽没有记载，我们相信人数不会少于出家中。啊，从这个看法我们推想世尊讲经教学听众应该在3000人左右，啊，而不能够每一个人都在佛的身边。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用的方法，化身。我们讲应化身，不离开你。在极乐世界，虽然那么多的菩萨，自己感觉到阿弥陀佛专门给我一个人，专门教我一个人，啊，他有极其善巧方便，给我们讲的一切经教，我们都能完全听懂，完全接受。啊，所以在极乐世界，时时刻刻你感觉到的法喜充满，日新又新。这一句话在我们这个世界是勉励大家的，而在极乐世界完全兑现。
阿弥陀佛的大讲堂，初看佛在讲台上讲经，大众在台下坐在那里听经，细细的观察呢，阿弥陀佛在每一个人的身边，切理切机，为他宣扬佛法，帮助他看破放下，帮助他跻身成佛。这是极乐世界无比殊胜之处。那么道场修行方法，知心是道场，知心真诚到基础，知心能通无上道知心就是阿弥陀佛的心，我们的心知了，妄念不生，不起心不动念，就跟阿弥陀佛的心心心相应，智慧就开了。第三呢，供佛之处成为道场。这个地方，盖的有个亭子，有小的寺庙，里面供奉着有佛像，有菩萨像，这称为道场。第四，学道之处，称为道场。维摩经照主，僧肇大师，维摩经注解上面说了，邪业修道之处，那么这个我们可以把它解释为学习的地方叫做道场，修行的地方大家在一起念佛，修行的地方叫做道场。学习善法的地方，善道，养道。还有学校也是道场，学习的地方多半是在扎根上学习，第五种呢，隋炀帝那个时代
把所有寺院，寺院两个字都改成道场。那么道场就是寺院的代名词。昭改天下诸寺，建名道场。今经所云道场是第四义。是指修道的处所，成为道场。下面这一段，菩提树，根据西域记，西域记是唐朝玄奘大师到印度求学的日记，他勤于写作，就是等于是玄奘大师的《西游记》。因为他出发是向西走，到现在的新疆，越过丛林，从那边进入印度，他路是这样走法的。那个时候中国印度都没有统一，国家都是部落，就国王就是酋长，小部落的领袖。西域在那个时候有几十个国家，就是现在的新疆。印度也没有统一，中国虽然大一统，唐朝大一统，西域那些小国都是中国的附庸。也画在中国地图里头，但是中国皇帝没有新政权，他们每一个小部落都是独立的。服从中国皇上的领导，大小疑难杂事都向中国皇上请教，是这么一种性质。所以隋炀帝呢，把寺院这个名字改成道场。他所统辖的这个国家，所有寺院把寺院两个字改成道场。今经所云道场是第四个意思，就是修道的处所，成为道场。菩提树根据西域记所说的，就是毗婆罗树。这个树现在很多，我们在斯里兰卡看到。
阿育王时代，阿育王的儿子、女儿到斯里兰卡来，带了释迦牟尼佛当年成道的那一棵菩提树。菩提树可以插枝的。他接了一段，带到斯里兰卡，在斯里兰卡种下去，长大了，2000多年了。菩提树长得很大，现在下面呢搭成架子，把它架起来，怕它倒下来。菩提树不难种，有这个枝条，或者是挖这个树根，都可以栽培。毗婆罗树呢，翻译成道树，或者是觉树。佛在世时，树高400尺，印度那么多国家，每一个国家的度量衡没有统一。所以它到底有多，这个一尺是有多长，说法没有一定，考据很困难。每一个地方人都说是他们自己度量衡的单位，这就很难。中国翻译出来经典，说释迦牟尼佛个子很高，常常讲丈六金身，他的身体1丈6尺，1丈6尺很高了，差不多我们普通人2个人那么高。这样的人走出去的时候，别人都看傻了，怎么这么高？所以弘一大师做周彻考，做考据，周朝的尺到底多长？跟现在的尺来比，这一篇文字收在弘一大师略学31种。里面这个书我收藏了，有可能在澳洲。过去搬家搬的次数太多，集美了你留下有一部分，达拉斯也留下一部分。圣和心那边也留下一部分。多半都收藏在澳洲金宗学院。弘一大师的考据，周朝的一尺，大概现在和我们的10尺6寸。这差距就很大了。那么它的1丈就是现在6尺。丈六进身。这就讲得通。
啊，大概现在的高度。1890、1890大概是这样的。啊，这是个高个子，高不是太多。啊，有些说法都不定。印度每个国家有他自己说的长度。啊，佛在世时，树高400尺。我们可以相信。后屡经参访，又高4-5丈。啊，是为此世界之菩提树，金经云：“彼土树高400万。”啊，这《无量寿经》上佛说的，或以观经中佛身高。60万亿诺由他恒河沙数有行，这两个一比呀，佛太高了，树太小了，很不相称的。啊，但是经上确实有这个字样。谁也不敢改动。下面念老给我们这中来说：“实则此有无碍。”啊，实实在在讲，怎么说也没什么妨碍。种种说量啊，这个量就是度量衡，皆随众生记忆，故不拘于一个。啊，我们不要执着这些。我们知道，在那个时代，那个时代叫城邦国家、部落嘛。啊，小国只有20-30里，换句话就是比较大一点的村庄。啊，他居住在那一方，他就是一国。啊，邻居20-30里出去，比国际出了国界了，另外一个国家。啊，你看中国在周朝时候。啊，中国的版图不大，北面黄河流域，南面长江流域，还没有达到珠江，也就是在现在讲的中原这个地带，多少个国家了？800，800诸侯啊！啊，大国。但100里是大国，小国20-30里，真的，现在一个村庄，现在一个镇，比以前一个国都大。啊，中国古时候的文字，啊，诸位要是去研究。很多种不同的写法，是不是造字人造的？不是，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人写法，多一画少一画，不一定。啊，你看
用的最多的寿字、福字一百多个，一两百个就收集。啊，那么各个不同地方写法，啊，很复杂。同一文字，秦始皇。啊，完全用小篆。啊，像钟鼎甲骨，那就地方就很多，各个地方不一样。啊，秦统一之后，统一文字，通通用小篆。啊，那么中国的典籍靠这个保留下来，啊，流传到现在。小篆、啊、大篆、隶书、啊、楷书、草书、啊、就有很多种流派了。种种数量呢，皆随众生机故不拘于一个，这个说法好。且此经啊，具体是世事无碍，不可思议境界。那么此处高低纵然有异，若达广狭自在之玄门，则恰如一切无碍之法界。广狭自在玄门，华严经所说的，广狭无碍，广能容下，下也能容广，大能容小，小也能容大，互相没有妨碍。那这就讲到啊，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。啊，这是无障碍的法界。下面这一段给我们介绍树的状言啊，树之音。第一段，众宝言成，言是状语，成是成就啊，比前面说的详细。一切众宝自然合成，花果富荣，光辉遍照，富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。众宝之王啊，以为璎珞啊，树上挂满了璎珞，像我们逢年过节大典，把花草树木也装饰的金碧辉煌啊，一片喜气洋洋。云居宝所，施主宝柱，金珠林多，周匝条件，真妙宝网罗浮其上。这是树啊，树以及树上的庄严
思议，圣德的成就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一切众宝下面这两行半文，显菩提树的庄严啊，这是举一个例子，道场树就是菩提树，自然合成，没有人工去设计，没有人工去培养，啊，一切无不是自然的。自然从哪来的？弥陀大愿，大力之成就。大愿48愿，大力除了无界，考察学习之外，阿弥陀佛从初发心到成佛道，无量劫。无量劫累积的修学功德，不可思议。啊，用这些运行功德，成就了极乐世界。这自然如是，不假造作，不需要造作。啊，自然变现出来的。夫开显的意思，荣繁盛名利，啊，繁盛，我们讲树木花草非常茂盛，这些树木花草通通放光，所以说名利呀，辉同。光字边的这个慧，意为此树也是一切众宝自然合成，是故花果繁茂秀丽，光明普照。佛的光明，普照法界虚空界，一切诸佛刹土，没有一个漏失的。啊，阿弥陀佛菩提树光也如是，也是遍照十方世界，一真庄严。所以这个书啊，也是一切众宝自然合成，花果繁茂秀丽，光明普照。
佛有相，佛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。显树上的庄严，到处都是珍宝，珍宝太多了。像我们现在看到，我们这个大地，泥沙，一样，这个大地泥沙瓦砾太多了，极乐世界是珍宝太多了，跟我们的泥沙没两样，到处都是。往生论上记无量宝教录罗王便须口无量宝，这个不是一类句的杂句，美不胜收。罗网现在人很少见古时候宫殿的上方编织罗网，用铜丝编成。你看里面没有障碍，透明的看得见。手碰不到。为什么用这个东西？作用在哪里？宫殿的建筑完全是艺术品。雕梁画栋梁柱雕的些花纹故事。它的柱子，它的栋梁，都是非常高的艺术品。彩画，只许你看，不能去摸。每个人去摸，将来这个就很难看了。用铜网、铜丝编成的网。把它围绕住另一个用意呢，怕鸟去做窝有铜网，鸟飞不进去这就是保持这些高度高等的艺术，用这些方法。那么罗网编织的非常考究也是一种壮观。在极乐世界，罗网保护了保护宝树，其实呢你需不需要保护
人间有这种时候，极乐世界也有这个成就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极乐世界的生活是非常合谱微妙，不是时代版的，在那里生活非常快乐。啊，这都是我们没办法想象的。有没有过无忧啊？什么人在唱歌跳舞？天人，他们来供养佛、供养菩萨，啊，做艺术表演。啊，《往生论》里头记着说，无量宝教罗，罗王变虚空，种种鳞发相，这个鳞是宝树有鳞，罗王也有鳞，宣图妙法音，这个音都说法，都在那里教学。正与此处经文相应，啊，往生论所说的这里有经中的经络、宝柱、宝网、借树、借树上空中之庄严，寿命四色摩尼宝。我们这个地方有没有四色摩尼？参考资料里面内容啊很丰富，对于学习《无量寿经》念老的注解很有帮助。经里面讲的四色摩尼宝，此诸宝总是众宝之妙善，乃最上之宝，故称众宝之王。这经上讲，诸摩尼宝，众宝之王，以如是最上之宝作为璎珞，遍垂数枝枝条以为庄严。我们这个世间璎珞啊，这个是非常名贵的珠宝。都是带在身上的，啊，极乐世界这些璎珞是挂在树上的，不是带在身上的，啊，价值连城啊，极乐世界人没有贪心啊，啊，把它挂在树上，啊，四色是代表四种。语言色啊，四种颜色调和，就是无量色。美不胜收啊！
啊，弥陀经上讲莲花，四色莲花，啊，青色、红色、黄色、白色，啊，这四种颜色调和，就出无量无边色。啊，经上我们看到都是这个意思。啊，是原始展开无量无边。啊，我们修行，佛只教我们摄相，摄相展开，在小乘阿罗汉三千位矣，十条变成三千条。大乘菩萨更殊胜，把它展开为八万四千，八万四千归纳就是十相。啊，十相的功德不可思议啊！啊，不能小看它。佛光当中显示的就是摄身一道啊，我们看许多画的佛像，画的佛像啊，头部有个圆光，画一个圆光，圆光上面呢写了三个字，一般是梵文啊，也有用藏文写的，用中国文字写的，发音相同，嗡啊吽。啊，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摄相一道。摄相一道分配在身口意，嗡是身意。不杀，不盗，不淫。阿是口音，不妄语，不念心，不绮语，不恶口。哄是意业，不贪，不痴，不嗔。啊，佛圆光顶上这三个字，就表法。表现摄相圆满就成佛了啊！摄相圆满是一切善法圆满啊，展开为八万四千，再扩大就无量善法啊，无量无边善法归纳起来就这十条啊，佛经里面用这个方法用得很多啊，我们要明了啊它的意思啊，四色是原色展开之后是无量无边的色彩。那么这个四色摩尼啊，红绿青白瓷珠宝，经上举的一些例子，总是中宝之善妙，乃最上之宝。极乐世界的宝有无量的善德妙德，善德
带给我们智慧，妙德带给我们福德，福慧增长啊。所以善妙代表福慧，妙善也可以，妙善跟善妙意思完全相通啊，一个表福德，一个表智慧啊，用妙代表智慧，善就是福德，善代表智慧，妙就是福德，可以互用。这都是一切众生念念所希求的啊！告诉你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一切所求圆满成就，那最上之宝，故称众宝之王啊！它能够变现无量无边的妙宝。以如是最上之宝啊，作为引路，片锤树枝之条，亦为庄严。这是众宝之王，亦为引路。下面，云居宝所。这个地方的所是指建筑物中相勾连的结构啊，柱跟梁如何把它结构在一起，让它坚固下来。古时候的宫做得巧妙，完全用木结构，不用一根钉子啊，他用绳头把它接着，这个都叫锁，把它锁住啊，这是最高的建筑，不用一个钉啊，不用一切的附属的这些成品，完全用原来的材料做这个榫头，让它自然结构啊，这是最高的艺术品啊，我们普通人都用钉子把它钉牢啊，把它锁紧，用钉子这个手段来做。云居是宝之名啊，这是宝，云居宝所。如唐一曰：“有狮子，云居宝等，亦为其所。故知云居宝所，皆是以云居宝所成之勾连结构。”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